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 ，f(x) 这个段式哈，我把它除以 x 加一，我假设三次叫做 q 一啊，它的余式是六了。然后呢，除以哈 x 减三，我假设它的三次叫 q 二嘛。他说余式哈是负二了。那么他问你说哈，这个段式哈，你要除以呢 x 加一乘以 x 减三的话，它的余式多少？我假设它三次是 q 三嘛，那余式的话，因为这个是二次嘛，二次的话哈，这个余式呢一定比那个除式次数要低嘛，这是二次啊，所以这顶多是一次嘛，所以我就令它叫做 ax 加 b 嘛，因为它顶多是一次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如何呢？求出这个余式呢？等于是要我求 a 跟 b 啊 ，a 跟 b 是待定常数嘛。我现在怎么做哈？我就哈把这多项式哈，我给它带多少呢？我给它带负一啊。那我这里带负一的话，这个就等于零嘛，就剩下六嘛，所以带负一是六。然后带这里的话，这里带负一，这个就零嘛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就剩下这个嘛，带负一嘛，等于多少 ？a 乘以负一就是负 a 嘛，加 b 嘛，这样我就得到一个方程式。再来的话哈，我 f(x) 哈，我 x 给它带多少？给它带三呐，我 x 的话给它带三，那我给它带三的话哈，这个就没有了嘛，剩下负二嘛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带这个。我带这个的话呢 ，f 3嘛，给它带3嘛，带3这个又没有了嘛，哦，这个带3这个又没有了嘛，没有了以后剩下这个嘛，带3嘛，就 3a 嘛，啊加多少？加上 b 嘛，那这样我就有两个方程式了，那我就可以解了嘛，我解这两个方程式嘛，叫负 a 加 b 哈，等于6嘛。哦，负 a 加 b 等于六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三 a 加 b 等于负二。好，那我就给它减上去嘛，四 a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八嘛。所以的话哈 ，a 就等于多少呢？我两边除以四嘛，这除以四就剩下 a， 这除以四的八除以四二嘛，所以是负二。a 是负二嘛，那 b 呢？b 的话就等于多少 ？b 哈，就等于我把负 a 移过来，六加 a 嘛，就六加上负二嘛，等于是六减二嘛，哦，六加负二就是四嘛，所以 b 就等于四，所以这余式等于多少？余式啊，就等于负二 x 嘛，啊加多少？加 bb 是4，所以这个就是它余式了，所以答案是负 2x 加4。